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今天要介绍的是我到厦门旅游的时候，跑到南加州商业广场三楼的鱼尾馆海鲜自助餐，吃蒸系式的一个自助海鲜的一个情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的，我是阿周。后面那一区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鱼尾港，他去那边用餐，等一下就进去里面用餐，一客200多块人民币。算是比较高档一点，比我先前常去的蒸牛坊多了70块的人民币。你要用什么勺？怎么付比较划算？微信勺比较便宜啊。微信勺他说比较便宜啊。他借了，肯定便宜。对，刚好不一样，扫出来。传说中的鱼尾港，阿周今天带各位看一看，他们的海鲜确实有比较。一点点炒虾，真的有炒虾，我看看有没有虾菇。三点蟹，泰国虾，哇，还有大闸蟹，生蚝是这个，非常多。我靠，真的有哎，鸡腰子也有，最喜欢的鳖肉也有，今天可以吃鳖自由了。老五蟹放弃它，东西蛮齐全的哦，牛蛙也有，三文鱼骨也有，腰花也有，不错不错，非常的棒。它这边有鳖肉，真的有鳖肉。我们用清汤，我们做哪？都清汤一个大人。不要说清汤好了，都清汤好吧？都清汤。确实跟传说中的一样，打还不错。但你们看哦，我现在在拿冰块降温，冰块降温。非常的棒。这边很有甜点，这边很有甜点。这个是皮皮虾，还有糖的葱。数量不多，数量不多。皮皮虾，糖的葱。OK， 我们坐哪边？数量不多。原价45.8，做的时候我问价30.8。哪边？这个啊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里面还有，还没拍到，进来看一下。这边还有火锅的一些火锅料，很 OK。酱料区，晚上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早上好。饮料区有酒，还不错，还有百威。OK， 还有红白酒。熟食区有鲜蔬皮皮虾，我的最爱。当然也有水果。哇，水果蛮多的，柚子都剥好了。熟食区看一下，这边是凉菜，跟一般的凉菜都差不多。牛排，尖尖的，蒜蓉生蚝，这边比昨天去的 OK 很多了。这边就不怕你吃了，昨天去的那间店真的会怕你吃，东西都要排队排好久。OK， 菜色介绍完，我开始用餐喽。榴莲，烤榴莲，先吃烤的，照以往的习惯。吃完烤榴莲呢，吃三文鱼。是鲑鱼，那用来蒸锅。这边有个特色就是鳖，它这边鳖看起来很大，但是不是黄金鳖，是一般的鳖。Thank you.
大闸蟹多大只？就像这么大只。大闸蟹。
间店的大闸蟹好小吃，这间的店很好吃。那边没有吃螃蟹公丁，这边有，吃的丁很好，嗯 ，QQ 的。蟹膏吃了第一只大闸蟹，再吃第二只，耶，是这么大。来到这旅游还要下厨，看他表演。Chinese food 就是五公斤的东西，是高的，要全部丢来，我帮忙。你要说开。这样。没有了，现在是。直接揪进来了，等他揪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拿几颗啊？好啦，好含蓄哦，拿的不多。处理好第二锅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去煮大闸蟹，热来就冰的。店家很贴切的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条件，所以说可以这样子。哎，那你真适合呀，哈！好多人觉得榴莲好吃，怎么样的？我觉得很快就吃，在我家那就太好了，哇！这太小吃，而且他这边又没有手套，最高的熟甜虾，甜虾煮然后特别好吃。他这个白酒不好喝，你偷喝了干嘛不好喝也不跟我说，真是。不 OK 的白酒。还是这个好喝，对呀，对呀，煮东西加一点酒味道会更好喝。吃了一锅，后来又蒸了一锅，现在是第三锅，在等待着同时吃下榴莲。今天比较特别，吃 BL。第一名主角拿的都是鳖，他把鳖皮都全部都要破破破掉，还要吃了好几顿，可能又不敢吃鳖了。三天吃三家自助餐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最后家。第一主角海苔这边吃了这家的用加高档价格加高，最后一锅了，我们蒸三锅，好知道了，贵很多啊，真的贵很多，昨天那家最便宜，但是红米最差，这间是最高，另外那间是认识的老板认识的他新开的店，他过去吃的到，来的第一天就吃那家，吃一家，明天回台南就不吃了，回去要认真减肥了，真的来这边好，我们还可以控制一天吃两餐，就早午餐算一餐，来我们餐厅，也不吃太多。吃得好累啊！好的，好的，被喂饱了。
被渔人港喂饱了，确实吃得很舒服。三天吃三家，但是在这家很 OK， 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最后做结尾，就是用我们在现场拍的一些照片，提供给所有的好朋友、订阅频道的好朋友看一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